去那个地方。我知道。对，然后大家去吃。那我不知道他在舞台。你不知道，你看，不是不是，我真要看星星那场戏。我说我说你等一下演出这场戏，我还不好了，我们走一遍，好好走一遍，走一遍了，好不讨论了，走一遍。在上课呢，那一个，我刚遛完小王，怎么不耽误吃早饭？没关系，我再去拿。没关系，我不做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再去拿。我被道歉了吗？我对不起，我道歉了。